坚强，总能远高。当尖锐眼光，当刺耳声响，你用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虽然要很大声，但是呢，口罩还是要戴好。就是，尤其是包厢的。包厢的朋友你们好啊，拜托。对，然后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大家，好不好？很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知道彩虹就是很多颜色它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变白色的，所以我有一个心愿啊，我想从此之后呢，我希望同志这个称谓可以从世界上消失。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因为自己喜欢同性而被冠上一个好像很特别的称谓这样子。其实我们都一样，没有不一样。只有真正的爱，真的，真正的爱，什么爱都一样。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看什么看？